吃个河蟹。呦呦，太难抠了。嘴，哇塞！把鳃去掉，现在这大闸蟹，这个河蟹还真肥呀、啊！是到最肥的时候了吗？这蟹盖儿，属实有点难抠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吃个超大生呛黑虎虾。
和普通的虾不一个味儿。姐妹们，今天咱们来吃红磨虾，听说这个虾脑都是甜的，咱们来尝一下。个头是真不大，咱还是吃虾屁股吧。嗯，这个还行，刚才那个有点苦呢。这肉吸不出来，这个肉，它屁股上的肉确实是甜的。